是，然后我知道你要讲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组合，就是我们三个人，我们跟简哥还有跟G G啊，然后一起为什么只有我们三个人？一部戏有那么多人，因为只有我们三个是同公司，其他的各种不同派、不同党，对，没有排他性。对，我们没有啦，没有团结性啊，那种团结性啊，对，没有团结性，说错了。而且阿妮姐超好的，我第一次拍戏遇到她，她就教我说，哎，你要注意看那个三角形，因为我就觉得蛮幸运，是因为以前我拍戏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三角形很重要，所以我永远都跳过三角形。其实最难拍的是三角形，对啊，讲话就很简单了，把话讲出来就没事。对，那以前那个我在拍的时候，那个摸索过程当中，竟然都没有人跟我说。真的吗？一直摸了一年半之后，才有人跟我说那个三角形很重要。我说哈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说的，所以他第一天就告诉我这样。对，我第一天就跟他。自己都没感觉，没有感觉。要人家告诉我，没有，看我就知道。我支持愚钝啊，看到三角形我就跳过去了。我本来也不知道，可是在拍的过程里面我才知道。我讲话，我讲两页纸的话，大概一个钟头就把我拍完。我五个三角形拍的一整天没拍完。嗯，三角形看多重要。那个三角形很难哎，你要举例。然后拍的我三角形，你有很多都内心戏呀。对啊。没有啊。他望向远方，心中忐忑不已。我就觉得很难拍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忐忑。我的三角形很简单，我在一就骑摩托车，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，就一天，所以真的要拍一天。五个三角形就拍了一天，然后拍完我又，对不起，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从头到尾就是骑，都在骑摩托车。爬山头，你说三角形难吗？难。简哥听说继续拍戏的时候会紧张，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？谁来就我，继续。他是第一次拍戏。不要说太紧张，我也紧张啊。你有拍戏什么？当然会紧张啊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你词会不会记好，你位置有没有记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妆有没有好，你服装对不对？你演出的方法对不对？嗯，都会紧张是正常，不紧张。也正常。废话，到底是怎样？就是三角形，对，紧张跟不紧张。演员就不是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习惯了，当。